你好，很高兴采访你，想先请您了解一下，我们在今天在展会上看到你这边有台飞机模型，想请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概况跟个情况跟个产品的情况。我们公司全程是航空工业标准件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是中航工业集团旗下的那个企业，隶属通飞公司，就是今年刚刚首飞蛟龙600，我们就是通飞公司旗下的标准件制造专业企业，公司专门以高端紧固件那个生产飞机发动机，包括民用的高端紧固件的制造企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想请问一下，我们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一个反响如何？我们公司在国内外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国内主要以飞机发动机，我们给机翼公司，国外给机翼公司四轮备械都有配套服务，但是国际市场呢只是刚刚开始，现在目前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这样的情况。您觉得近年来国内市场的一个发展趋势和变化是怎么样的？未来两三年我们会有哪些市场举措来开拓市场，更好的服务中国企业呢？我们公司目前，我要补充一点我们公司目前产值规模有7亿以上，应该说完全有能力为国内的高端的紧固件做很好的研发制造服务。目前国内的就是高端的紧固件应该成像，就是像高端新翼那个发展这种趋势，包括新材料新结构不断的运用大量的运用，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和那个服务的，就是对国内服务的一个机会吧，应该更好的能展示，正好跟公司的实力科研生产的实力是吻合的，我们定位是高端航空级的高端紧固件，这样一个科研研生产的能力这是我们的强项，所以目前国内的高端紧固件发展正好吻合公司的现在是生产的科研的实力这样的情况。参加展会也是向大家展示我们企业实力的一个很好的平台。那么本次参展，你感觉我们的展会有什么亮点？哪些地方能够帮到你们呢？我觉得展会非常好，因为我们也是算第一次参加这样展会，来了看了以后，我也到很多企业看过，有很多的先进的设备制造企业，紧固件设备专业设备制造企业，有很多材料，国内外材料供应商，更有这么多紧固件优秀的同行，给我们确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交流的平台，也是展示中航标的一个很好的平台，这样使我们能够寻求到更多的合作机会吧，合作机会跟上下游企业还有那个客户的一种合作机会，市场的开发开拓的机会，这样的情况。明年展会将在6月中旬举行，我们也欢迎到时候能再来参加我们的展会。您对我们展会有什么建议吗？我觉得应该越办越好，会越办越好。明年我们也肯定也参加，我们还会租更大的展位。今年这个因为我们报名报晚了，没有租到很大的展位，所以在这个展位上，明年我们会提前动手，租一个更大的展位来更好的展示宣传我们自己，是吧？好的，好，谢谢你今天采访，接受采访。谢谢。